我把它的设定值写在这边，好 ,29P,P0C0。然后开电之后我们压住这个 M, 好，它左边是向上，右边是向下，压住 M, 好。好 ,OK。对不起，再压住，好。好 ,20P, 然后我们向上。把它调到29P。好，再按一个 C 啊 ,P,P0, 我们本来就是，再按一个 C0, OK, 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它设定值就已经更改了。好。好的，好，这时候你再按它，好 ,29P,P0,C0, 好，好的，那这个时候它完全结束之后它会好，那这时候我按一下目前是 118, 我要把它降速度降到 70,太多了，把它回来。你在不同的路段就要调整一下，好，再按一下确定，好 ，OK。好，那现在为了确定几件，我现在开看。好，我现在开始启动，然后慢慢开，它的速度应该是1、2、3、4，慢慢来。好，这样的话就正常了，没问题啊。好，这个速度就正常 ,OK。它原先跑掉的时候它会跑到100多我的时速才5公里，可是它就跑到100多，那这样就不对。好，就这样子。